我们来介绍的是这个欧拉数的话呢，是以无理数的证明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去证明欧拉数是无理数呢？我们的话呢，固定的技巧就叫做反证法。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：现在的话呢，欧拉数的话呢，是以一个无穷的级数的方式展开来。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，它是无理数的话呢，我们就假设它是有理数。 那么，既然它它是有理数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这么写着。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有理数，那么有理数的假设的话呢，都是分数的写法。那么 p 分之 q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这边先加注一下，p q 是都是整数，而且的话呢，顺便跟各位同学说，p q 是互质的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 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开始来证明它了。p 分之 q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假设呢？我们的话呢，这么做的技巧在这边。这里是 p，这里是 q。那么我们必然存在 b 存在一个数字。既然它是整数，我们就存在一个 n。这个 n 的话呢，比 p 还大。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的话呢，假设有一个数字叫做 m，m 是怎么样的数字呢？我们来看 n 次成这是 Euler number 减掉一，减掉这个数字，它减掉这个无穷级数的前 n 项。 减到什么呢？减到 n 阶乘分之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算式，这是 p 分之 q，那么 n 阶乘乘上 p 分之 q，它当然是整数。这个乘过来整数，这个乘过来整数，这个、整数因为 n 阶乘的话呢，乘到这边来，这个是一样的，是一。 所以的话呢，它每个数字都是整数，所以我们很肯定的说，这个 m 的话呢，是一个整数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现在我们是减掉前 n 项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后 n 项是怎么样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个 m 的话呢，以后 n 项来说的话呢，是这样的，它减掉了前 n 阶乘分之一，后面还有哦。 还有是什么呢？n 加一阶乘分之一，这个的话呢是现在是 n 加二了。我们的话呢写个前三项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后面的话呢是。 无穷的。现在的话呢，既然 m 是这样子的，的假设，那它就是剩下就是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我们来解析来看一看，我们就每一个乘进去，乘进去，乘进去。那它的话呢，写法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 n 阶乘跟 n 加一的阶乘抵消掉了以后，底下会变成了 n 加一分之一。好，我们再看看第二项。 第二项的话呢，n 阶乘跟 n 加二的阶乘对消的时候，下面这个地方会变成 n 加二乘上 n 加一分之一。这个呢，n 加三的阶乘就是 n 加三乘 n 加二乘 n 加一再乘上 n 阶乘，所以的话呢，它的话呢是这个数字的话呢是 n 加三。3 n 加二，n 加一，1, 那后面的话呢，我们不能再写了，因为它呢太多太多了。那么我们继续写下去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式是一个怎样的算式呢？我们利用一个不等式的方式来看，它必然是小于，小于什么呢？来看，第一步我们是一样的，这个技巧是在这边。我们来看，继续写下去。 n 加二，n 加一，我们通通把它改成 n 加一。那各位同学看，分母变小，这个改改成 n 加一，分母如果变小的话呢，整体来说就会变大。这边我们一律改成 n 加一，这个会变成 n 加一的三次方分之一。那么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那么各位同学看。 这是一个无穷的等比级数，那么它我们的算法是无穷等比级数的话呢，是一,一减掉公比。本题的公比是 n 加一分之一，首项 n 加一分之一，于是得到的是。 底下的话呢，这边是 n 加一减掉的话呢，只是 n，所以是 n 分之一。各位同学看一下，n 分之一是 m，m 是属于 z，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是整数的。于是我们导致出来的找不到这样的 m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基本上这个 p 分之 q 就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所以我们的话呢，证明出了 Euler number，它的话呢，其实是。 无理数。